特别开心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哎呀，大伙儿一鼓掌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嗯，是说明您各位喜欢听相声。对，今天咱们得好好的说。那当然了，过年了嘛，嗯，咱们哥仨站在江苏卫视的舞台上，嗯，有一个工作一定要做到。什么工作呀？把欢乐带给大伙儿。哎，这话对，这是我们的任务，是不是？嗯，难得各位这么喜欢我们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哦，其实说句良心话啊，嗯，通过好多场演出，我看出来。喜欢于老师的人更多一些啊，没有，你看，你看，喜欢相声，我看看啊，哎，有喜欢于老师的没有？您听听，哎、啊、呀，你看，有爱于老师的吗？哎呦，好几个女孩都喊我爱于老师，我、哎、你们真不嫌脏？哎，什么话这？这叫什么话呀？就这么大岁数还爱他喜欢他，你瞧，喜欢于老师的艺术，成熟男人。对，你何止成熟，你都熟透了。这好家伙，拿我当西瓜了是怎么？真好，这在我们这三个人里边呢，这个于谦老师是最会活着的人，怎么享受生活。哎呦，这个人是非常的善良。嗯，我说一件事情，你们就会相信。说说，于老师家里养着好多的小狗。对，养宠物说明什么？嗯。有爱心，哎，这是，哎呦，好多的狗洗澡、剪指甲、喂吃的、带它散步，对，包括狗粮，嗯，包括狗粮，于老师必须亲自尝。那，啊，我还得尝尝，多不容易、啊，对狗负责，哎，哦，大袋的狗粮拿来之后，于老师得尝，行吗？这个啊，先尝，一把一把的吃啊，嗯。味道还可以啊、哦、行，再去买点吧啊、吃完了这就还不够他吃的呢啊，包括带着狗出去遛弯去，哎，遛狗这点做得太好了。是是吗？早晨六点门口碰见了于老师，穿一身运动装，嗯，穿着球鞋，是精精实实的。嗯，您干嘛去？遛狗去。哎，你看当当当当当当走了。哎，二十分钟又回来了。怎么回来了？忘带狗了。哎，嗨，那不是就是遛我去了吗？那个，所以我说我们仨人里面他身体是最好的。那是，吃完狗粮出去遛遛多好啊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是养鸽子养鸟养猫养狗是于老师的课外活动兴趣爱好啊，真正站在舞台上咱们有自己的专业技能。那当然。是什么呀？说相声四门功课叫说学逗唱。对对，今天咱们需要展示一下。嗯，今天江苏卫视的春晚，嗯，这么好的一个平台，两位唱点歌让大伙儿听听吧。啊，哦，唱个歌。哎，您让我们在这儿展示一下这歌曲。对对对，于老师依着我，咱这么办。怎么着？不能咱哥俩唱。那怎么办？带上他一块儿唱，咱仨一块儿给各位朋友唱唱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不，我谢谢各位啊！啊，我人不藏奸哦，但是这个咱实话实说啊，是、确实不行。您就客气，你要不你要说唱戏，假客气，唱大鼓、唱曲艺还行啊、嗯，唱歌我真不灵。不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您也别谦虚啊、嗯，谁都能唱几首歌。对，我唱不全，唱不全没关系，有多少算多少。对，我就会点那个。就那什么，那叫京歌是什么呀？京歌也可以啊，那也行啊，跟唱戏差不多的那种歌啊。那个是什么歌来着？你唱着去。你爷爷我小的时候，哪儿有这词儿啊？你给人瞎改词儿还行吗？那什么呀？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对了，这什么就对了？哎，你说。哎，你猜怎么着，高峰啊？您说，这回把我摘出去了。哎嗨，不是你们俩太坏了啊！不是，我就类似这种歌可能还行。您那词儿得唱准喽。对，这我就会这一句，你们还不让唱了？您换个别的歌。哎，啊，那个，大腰在冬季。嗯，大腰在冬季。嗯，你这补肾的是怎么着？大约在冬季。约不就是腰吗？啊，不，没听说过，不一样。我会那个，但是我后边我想不起来。您就唱这么几句就可以，有多少唱多少。啊、我先想一下那个，哎，大约在冬季。轻轻的，好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行了，打住。行了。
还起范儿呢，您这还刚找着感觉，找什么感觉？您这二人转的腔儿，这是哎，我怎么觉得我这里边好像有辽宁的旋律啊？就是往那边拐了呀！啊，您这打压根起调就不对，您给唱一个。李啊，这你怎么又？哎，叫开。别唱，怎么就不对？你听我的，叫的泪听哎，是去听于老师示范示范。你来，这头一句你这一下就转过去，啊、好吧？来，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还不如他呢，知道吗？你这个是吉林的，哎，好。比他还远点，还是二人转，根本你学得也不瓷实。不，那这到底是找这类歌曲，还得你还倒想着呢啊！别想了，嗯，听我的。哦，你唱。哎，我跟你们唱个对，你把这个正确的来。注意啊！来，我们听高峰唱这个啊。大约在冬季啊。嗯，再给你们一个正确的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黑龙江的，哎，东三省我们仨都占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呢？这个怨我了，是我给带到沟里去了，先入为主了。哎，其实像这个啊，只要有一个队里一带就带过去。这大伙有时候一块儿一冲也过去了。咱们带一下好吗？咱一块儿来，咱们三个人一起唱这句。哎，咱们好吧，来带就带过去。来，合唱啊！哎，您多原谅，多原谅啊！我们这回就成。今儿个这来，轻轻预备，开始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请把眼角的泪拭去。带过来了，啊，带到我这边来了。哎，对，不是这怎么就过不去了呢？不是你这比那上口，我这好唱啊。哎，就以后照我这来吧。哎，大伙儿记住了啊，以后这歌就这么唱。对，大腰在冬季，还大腰啊？干脆咱换一歌吧。换一歌啊？换一咱都熟的。但是咱实话实说啊。我会的真不多，不要说没关系，捡您会的咱们一块儿唱。我老怕你们俩笑话我，不可能，不能。改老歌唱，对，那要听我的也行啊。我会一个卖报歌，好，真够老的，太老了。这个你要不行，那你们自己唱。哎，行，不，这大家都熟悉，只要您唱，大伙儿就都爱听。哎，越老越经典。行，哎呀，哎呀，列位。谢谢，那就开始吧。那您唱这卖报歌，但我是有要求的。怎么着？谁也别偷懒。那当然了，哥仨一块儿合作。过年了嘛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卖力气，有多的能耐使多的能耐。哦，拆着唱可以吗？不许偷懒，谁别偷懒，谁别偷懒，来，偷懒就没意思了。那当然，好吗？好吧，卖报歌，咱们仨人一起，咱们开始，来啊，您开始啊。啦啦啦啦啦啦。完了这就啊，那就我您来，我来啊。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不等天明去卖报，一边走一边笑。今天的新闻真正好，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刮风大雨满街跑，跑不好摔一跤。满身的泥水惹人笑，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别拉了，你这有正经的没有啊？就唱这一个字儿，这我都卯了全身的力气呢。嗨、说不许偷懒，就你这偷懒，活活累死我这哥了。累什么？累什么呀？啊，我尽力了。什么尽什么力？人家不成啊！你换一别的，就是虚字儿、垫字儿。于老师，你咬斥我有意思吗？怎么了？我跟你能比吗？怎么不能比？你打小是长在歌厅里边，你才长歌厅里头吗？说您听的歌多，听的歌多，这么说话。我没去过，我也没听过歌，是不是？您哎，您咱不唱这个了，咱们啊。正带劲儿的时候，怎么都是这个歌呢？这我也纳了闷儿了，怎么就没有别的了呢？这你们唱的歌一点儿文化底蕴都没有，就你唱的少，你还这么多事儿，还有什么文化底蕴？来点那个有身份的，什么古典文学的呀，或者这类东西，我听。古典文学，古典文学歌您会吗？有啊，什么歌？《水浒传》啊，《水浒传》的主题歌，电视剧啊。您说老版的是？老版的那《水浒传》。好汉歌一点不假，嘿，好汉歌，我最爱这歌，是吧？这可卖力气，又高，水这好这行，水浒，
水浒传。好片歌。好片歌了。好汉歌。那可得累死啊。这你会不会？你等着来吧，咱就来这个了啊！呵，跟你这玩意儿啊！哎呀，这回就知道卖力，我活没死。来啊，一人一句啊，来！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！嘿，哎，哎呦，嘿！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！哎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嘿，你点灯啊你！哎，你们这我这卖力气的时候，卖什么力气啊？这声儿都快没了、啊。这大过年的，你怎么就不给大家好好唱一个？不是，你们这就成心了啊？谁成心？丑话说到前边了啊！我不是成心，你知道吗？我唱歌我真不会，我自个儿会一个整歌，我就唱出来了。他是不会整歌吗？这怎么能不会整歌啊？啊，这回说到这儿了，咱谁也别客气。是是，他不是偷懒吗？对啊，哎。咱俩不唱了，让他自个儿给大伙儿唱一个，怎么样？哎，您还别说不会整歌啊，我点一首歌，他肯定会。您说您听过哪首？干嘛听过哪首？一说大伙儿都听过啊，《三笑才子佳人》的那个主题曲。太对了啊，这电影是您演的，这歌是您唱的。于老师啊。你的智商真提神！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都不该啊！这个歌也不是我一人唱的呀，还谁呀？四大才子一起唱的呀！不要紧啊，我们哥俩帮衬着你。哎，我给你们来这个，你们俩可以吗？你们可得真唱啊！当然了，我们刚唱半天了，那咱们来啊！可以，一块来啊！桃花坞里桃花庵，桃花庵下。桃花仙，桃花仙人，种桃树，又摘桃花换酒钱，又摘桃花换酒钱。好，来，该你们俩了，快点。我该咱了，来。嘿，嘿，嘿呦嘿，来。不抬杠吗？这不是不是抬杠，该我们一回，我们先回懒儿吧。我成心吗？其实他们俩比我唱都好，是没有不光唱歌，唱戏人家比我也强。哎，这不敢说了，家尤其唱戏您专家，尤其高峰啊，啊，高峰嗓子特别的高。谁啊？他动过手术啊？你啊？所以他拉哪儿了？我这拉嗓子，扁条线。是啊，扁条线拉完之后声音特别高。谁说的？你看这。咱今儿连欢了，相信您捧。不是我这我还真没听说过，你们老师都不知道。咱别耽误大伙工夫。啊，来吧，来一个，你看看，你瞧，这有人捧啊，马上就要点。我先谢谢大伙儿啊，咱们这样，咱们这样啊，没想到我在江苏这么有人缘呢。你啥？你同学啊，分到江苏去了呢。好家伙，这个也别多唱，怎么样呢？就来一句，啊，让大伙儿听着嗓子多高。哎，先天条件，来那高腔那句。我给你出一主意啊，什么主意？咱们有这么一句，那什么，嗯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这是现代戏，现代戏，你就唱个一青松，让大伙儿听着有多高。我这是最高的，行吗？哎，可以啊。我给你唱前面，啊，投了您来，行吗？啊，这我还真没听说过，咱就听有多高。您一会儿给点评一下，可以，我听一听。既然说到这儿了嘛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，就是这词儿。要，这调门行吗？再高一点，还高一点。你就对了，你这可还是有点意思啊，这不低了。不是，我只说谦虚不唱。您既然非让唱，那您再高一点。丢，再高一点。哟，哎，这都呲花了，这就啊，这不行，不能再高了，这就呲花了，不能再高了啊啊！我不能救护你，差不多就得了，尽您所能，这就不矮了，哎，尽你所能。要学那泰山顶上，我唱这个啊，后面还是翻高了，对，那倒是。丢。学那泰山顶上啊昂昂，来，一轻松啊，好，天籁之音，你先等，谁要跟你握手了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就这玩意儿啊啊！甭说你，搁一馒头狗都能唱，知道吗？你这人就说大话，干张嘴不出声，什么玩意儿？咱甭说那个，啊、没有馒头你能唱吗？哎，你少来这套，少来这套！你甭提告诉你谁都成，你能不能来？怎么不行啊？这看不起各位，欢迎让他来一个。我
您来就来，这有什么呀？这个这是艺术，知道吗？什么呀？我跟你拔高唱不上去，你说不出声谁不成啊？谢谢，来吧。是，您不练练嗓子了吗？有什么可啊？这玩意儿嗓子还用练？行了，再讲啊，这调门行吗？哎，来吧您的啊，听着啊，哎，行吗？这调门啊，行吗？可以啊，这后悔还来得及啊？有什么可后悔的呀？就你给家打一电话吧。干嘛呀？回不去了，不至于的。要不你发个微博？干嘛？我告诉大伙儿，你可能够呛。哎，我非死这不可。我试试啊。至于不至于？一线公职到领先，不由得本宫细心间站立公安吧。把他请枪，来，来，你们有点太损了吧？这个，你不是说你能来吗？我们要不来个馒头啊？不是，你们俩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怎么着？哦，哎，怎么着？真行。我就是真唱不上去，不是，哎，倒吹呀，啊，你倒你们俩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缺德，啊，本身这就高，最低的地方还拿那么高唱，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。啊，我就唱得上去，有型的，这就叫抬杠了。抬杠比打分挣得多。谢谢，你能唱得上去？对呀，啊，我要起个调，你能唱得上去吗？来回试试吧。呵，那还咱们来一回，你给起头啊，听着啊，来打家伙，嘿，给家打一电话吧。哎。哎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起心间站立过我们，把他请强，你唱的真好。哎，干嘛接这个呀？再来，站立过我们，把他请强，交响。